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第二集，由于 Hootsuite 支持许多其他社交网络，因此您也可以选择发布到其他平台。 Hootsuite 允许您设置社交媒体流，以便您可以监视来自 Twitter 等平台的消息、回复等。对于 Instagram，您可以添加主题标签、帖子和预定帖子的流。价钱 ，Hootsuite 为三个社交个人资料和30条预定消息提供了有限的免费计划，对于某些用户来说足够了。付费计划的起价为每月$29，其中包括10个社交资料和无限制的计划。Later 是此列表中唯一一个从专用的 Instagram 调度应用开始的工具。从那时起，他们增加了对其他社交网络的支持，每个计划都支持无线媒体。您可以直接从 Dropbox 或 Google 云端硬盘上传媒体，无论您是要安排图像发布、视频、故事还是轮播发布，稍后都支持他们。虽然免费计划不提供视频和故事，而且在付费计划中，您将可以访问 Instagram 分析以监控参与度和关注者增长。价钱，稍后提供一个慷慨的免费计划，每个社交网络 Instagram、 Twitter、 Facebook 和 Pinterest 具有一个个人资料，每个社交网络都支持30个预定的帖子，但 Twitter 最多支持50个。付费计划的费用为每月$9起，并增加了限额，并提供了其他功能，例如故事视频排程以及某些平台的分析功能。Ninja Outreach 是具有强大 Instagram 研究功能的网红研究和推广平台，有影响力的营销是获得更多客户的最佳方法之一。但是如何将那些使用自动化工具建立追随者的人与合法的有影响力的人区分开？ Ninja Outreach 在其 Instagram 搜索功能中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您可以在搜索时立即查看参与率和其他数据。Oh.